前任自由关头新北市长朱立伦凭连任大扫街，却遇到了反都跟联盟民众是拦车抗议。至于对手尤锡坤呢，也在蓝营票仓中和扫街白票。扫街车队被半路拦截，十几个人手持标语布条冲出来，挡在朱立伦车队前，大声抗议。拖的拖，拉的拉，远警在三分钟内排除抗议现场。三芦地区的所有的民众都可以感受到重要的建设一一都在完成，我相信所有的选民眼光是雪亮。不受抗议插曲影响，朱立伦随后继续在芦洲地毯式扫街拜票，对手尤锡坤则是固守中和票仓。快到，别人家自保，别人家自保，就当烟装完。跟乡亲拜票，尤锡坤按照自己既定行程走，趁着选前超级黄金周多拉一票是一票，力拼朱立伦现任优势。 UDN TV 陈真、张维栋新北市报道。